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，劳动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鼓励社会共创台湾之最，向我们台湾的百工百业的劳工朋友致上最深的敬意。劳工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，是国家不断前进的幕后英雄。因为你们的典范，使得台湾有一个更好的经济的发展，有你们使得台湾更加的繁荣，更加的美好。